阿公阿嬷跳起来，县长王惠美跟着舞动。彰化县长王惠美访视秀水乡头前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和长者一同度过热闹的中午时光。各位中会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正头呢，我来跳到，串到，你拢袂晓紧，就一跳跳偌久？哦，跳两下，一点钟哦。哦，不管恁大家遮尔勇。积极布建社区关怀站，彰化县截至2009年11月底，已有277处据点，主要服务包括关怀访视、电话问安、餐饮服务和健康促进。县长王惠美走进社区，致赠在地地瓜，为长者午餐加菜，兼顾健康，也向乡亲推广在地优良食材。我们的长者好厉害，坑在咱的饭内底，有的开始做。这个啊，番薯的这个甜汤，那甚至都可以做番薯包哦。那可以说把他们过去的经验充分的发挥在食材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推广一个叫长者为师，就是咱长辈过去因的经验，要安怎煮食啊，把它传承下来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老一辈的智慧和专业，透过口述传承经验，长者为师计划期盼能够保存珍贵的历史轨迹，发扬地方特色。中央社记者黄大为、赖其元彰化报道。